放这样，两个耳朵朝上，啊，先把它弄一半进去，先弄一半，然后线把它放中间，然后用这个汤匙啊，把它弄进去，松松就好，大概这样。然后用两个大拇指大力压，尽量把它压紧一点，压的时候你不要拉哦，拉起来它会旁边会跑出去。拉好了，然后这个把它过住，两个耳朵过住，大拇指推下去，它就跑出来了。哦，这个模型就跑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模型会不一样，你们可以交换哦。好，这样。